财源广进，万事如意，龙马精神，龙凤呈祥，卧虎藏龙，一年更比一年高，祝乐事制造，龙年大吉，声势长虹。他会是谁呢？他不怕人真吗？你也知道你这样啊，源自于网络这些就是爆红的这些人，最红的全部都进来了，无人不晓的那一块料。哎，你好死呀。您知道有什么冠北吗？我帅还是假帅？通过这个情景剧呢，也让在场的五位大牌、五位名人呢，给大家献上他们的新年贺礼。位点人物闹新春。哎，我们乐视网呢，把这个就是网源自于网络这些就是爆红的一些人，最红的全部都请来了，无人不晓的那一块料。全弄来了。要是别的台或者别的节目，如果能请来一个就了不得了，而我们节目今天呢，把大家全部都请来了。他会是谁呢？哎，今天我有做了功课。一位一位说。对。第一位呢，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据说，哎呀，才高八斗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哎。主要研究一些经济类和语言文字类的，比如说什么知音啊、故事会这类的，这种非常深奥的书籍，据说还是就是。跟我们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男艺人啊，某某男艺人，对，问号，接下来会是谁呢？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呢？有请一号，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。作别是一片的云彩，那河畔的金柳是春阳中的细流，波光里的电影在我的心头荡漾，在泥上的星星油油的在水里招摇，在空浮的耳朵玻璃，我甘心做一条飞虫。什么？您就是传说中的龙姐吧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手绢掉了，让我擦一下我的口水，谢谢。别擦了。擦完一会儿还这样，你就是传说中的龙姐吧？因为我最近听有一个媒体说，因为你最近扬言说要火烧美国移民局，已经被那个美国的安全机构立案调查了。像我这么有文化的人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？那谁能干出什么事儿？谁知道呢？啊，你这个侄子干嘛模仿人家呢？你也知道你这样啊？哎，对了，龙姐，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，在那个节目上给我们唱了个《爱情买卖》，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现场来几句啊？哎，好紧张，我们都可喜欢你了。哎，这样是大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没有一颗音啊，等不及了都。啊，人家唱都唱完了，这个。早出时也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可是我实在是……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从美国回来。公司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嗨。靠近我们石老师多放放电啊。我觉得我不敢往回头，你知道吗？能把你把雨伞借给我吗？我怕你的口水流到我身上。哎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二号女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德福，最
是身体不太好，跳一点点就够了，好吗？啊，来，有请。您对您的身材满意吗？有什么定位吗？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丰满性感型的吧。哦。哎，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身材好不好？哎，德芙姐，我想问你能今天给我来一个现场走秀跌倒的秀吗？可以啊，好的，但是跌倒我就不敢保证了。我们要看的是那个那一下，你这扭来扭去没达到效果呀。那天跌倒是个意外，我以后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。好丢脸的，不要再说了。最后再给我们展一下经典套子吧。好，快出来就好，请就坐，就坐。情况情况，人才啊，都是。那今天的第三位呢？是谁啊？也不会比这两位差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就是凭借一秒钟就那一瞬间红遍大江南北的，噔噔噔噔。谁呀？有请三号女嘉宾。Well，很开心呢，今天来到这里又见到大家了。我是侯祖杰的妹妹侯不住。侯不住妹。Hello。需要签名吗？不需要。今天来录影，要是能来一个河南版的，那我真的是被你哄住了。这真的难不倒我，真的。一秒钟变河南，一秒钟变河南，我再给大家讲一课哈。给我一点时间，好激动哦。其实啊，我之前来到这儿，北唱的。白山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今天搜到这儿了之后，整个石景山就看我一个人。对，侯住，对不对？我姐叫侯住，谁说我侯不住？完全能侯得住，看我今天死吧，对不对？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今日吗？比基尼？No out。看该怎么办怎么办吧。我觉得既然你都来了，给我们走个秀吧。走秀啊？对啊，你这么 fashion。 好，大家给我一点掌声好吗？有点小激动，谢谢。给我一个猪八戒的音乐我好讨厌他，真的。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直在台上？大家需要我。出门被人打过吗？天天被人堵，倒是真的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哎呀，我送大家一个消失吧。我送大家一个吻，我就回去了，不要太想念我哦。真的。那边。来 ，hold 不住姐。hold 不住姐，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德芙姐姐，打个招呼吧，你们俩互相。Hello。哎，德芙姐姐，德芙姐姐。哇，Oh my God！那第四位呢？第四位呢？是什么人呢？很特别，这个人爱拍照。啊，什么什么门是吧？门，对，什么照片门什么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不多说了，欢迎第四位嘉宾出场。嘿，你们好吗？我听到你们的律动哦。去年两千年的夏天，又躺在海边聊天，发现有你在我身边，
这个气氛悠闲，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手牵手，一起找小远方的夕阳。哇、哦！靠在我的肩膀，好像天堂就在我的心旁。你的爱情就越来越舒畅，真没想不到是这。两年不能这样跑到香港工作，正在开房房，自由正在繁忙，可是这一路乱讲，他一直都班长。OK， 就唱到这里了，我好久不唱，已经忘了有没有？谢谢。陈冠北先生，我是陈冠北。陈冠北先生，您的照片现在还在我家的硬盘里。对，哦、真的吗？对，你现在还拍照吗？偶尔的一回。Oh my God！ 我可以亲他吗？哎，我听说可以啊、哎，真的吗 ？Oh my God！、哦、你坐下。其实我可以带你回家吗？其实我被侮辱了，这个用国语来讲是叫侮辱了。No！ 哦，对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王尼仔，你的家里还有我的照片吗？对，都在我的硬盘里。你是用来配吗？我对男人没兴趣。我觉得我以为问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吗？我一看你我就脸红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德福姐姐，我记得当时她那个照片能出事的时候，然后你说你险些你跟她的照片没有被爆出来，是真的吗？是你们俩也拍的是吗？这样隐私上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。这事儿一个人没有人看过。我突然间又想起来一件事，旁边这个龙姐，你不是说那个陈冠北跟你求婚了吗？他在微博上有回复我。我什么时候求婚了跟你？我。不要，是真的吗，陈冠北？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级别。可以啊，三个女人两个跟你都有关系，还有一个人刚刚亲的你，马上变三个了。美女。其实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是超一线。我把我的相机借给你。他们就是网络红人，不用我们，我有。我都已经知道长什么样了。我有相机，不用再特意给我看了。没关系啊，哎，我有相机的，可以的。我想给你拍照，可不可以了？您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我有了很多。那个姓谢的那个男明星，还有一个姓张的男明星，离婚是因为你是吗？我唔知嘅。国语不好。我的国语讲的不是很好，但是。现在体型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从小在America，然后长大，然后到了香港以后，吃了很多东西，然后。身体也长长了，然后就是最近我到了一个非常 good 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天津，对，然后呢我就会说了天津话，我在天津老吃饱嗝。天津的女孩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她不爱照相。Oh my god！忘了 ，OK。快坐你们，你瞅那边都召唤你了，你车兵，下一个车兵走。OK， 谢谢，谢谢。我忘了。接下来还有吗？还有第五位，那就是红遍大江南北，游走大街小巷，然后呢被誉为世上最帅的男人，成为了大家这个穿衣模仿的对象，对，是不是？他是谁呢？他就是。出来咱们就知道了，来。往那边看，你再往那边点。眼神好犀利呀、啊！你病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对。还是以前还是有病。我刚参加完 HV 的秀。
现在有好多 international 的国际大牌邀请我走他们的秀，并且给他们压轴。Oh my god！ 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合作。对，你们俩是一个圈的。真的。对，但是我邀请我的品牌比他们的都要大。我的品牌有邀请我的品牌有混拉屎，然后还有 R&B 什么的这些国际大牌。还有美特斯邦威是吗？没有，那种品牌都入不了我的法眼。Benny Lu Pava。耶耶耶耶耶。您现在从事什么行业呢？我现在是专业的模特。那您能再给我们走个秀吗？那都这么大牌的模特了，应该很多服装厂商都要跟您合作吗？对。你怎么还穿这身啊？你们节目组门口有一个大牌。我明白了，脑子刚好有天心病了，眼神不好了。犀牛哥现在也是混 fashion 圈的，是不是？您知道有陈冠北吗？好帅啊！剩下几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想问他的呢 ？Oh my god， 我好想跟他舌吻呢。一点不想看。我这么一个 fashion 界的人，你竟然这么对我说话？杀了！我跟孙女姐姐不姐姐。你们节目组有没有准备晕车药？哦，我要问他，你愿意跟我去美国吗？我觉得你的牙又大了。讨厌！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啊！哎，请问你跟奥巴马离婚吗？你不是说奥巴马也要追你们之类的？嗯，真讨厌，人家的私事想跟人家干什么嘛？德芙姐姐，你现在身材那么好，你不想追求他吗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很不好意思呀。冠美先生，陈冠美先生，对于他刚才那个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Oh my god！ 我看到他的屁股了。我等呀。你们要说，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。你告诉我，我帅还是他帅？我。胖虎姐有没有想跟犀牛哥走一场 fashion show？ 哦，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，孙子。说今天做节目嘛，咱们也配合一下。因为我跟你们节目的制片人是好朋友，那么我就忍这一次吧。今天既然大家难得来的这么全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个很好玩的游戏，就是我们要让大家演一出这个情景剧。通过这个情景剧呢，也让在场的五位大牌、五位名人呢，给大家献上他们的新年贺礼。哎，眼前的这一幕，三个人，龙姐发现了，原来在德芙姐姐心目中，冠北哥才是他的梦中情人，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于是他决定掐死他，啃死他。我不认识这个，我不会、啊。我真还不如咱们去拍一拍照片。我相信，轻轻的，我哪了？难道你忘了咱们拍过的照片了吗？你个死女人，你想怎样？老娘跟你拼了！剧情又转变了，原来在德芙姐姐的优美身姿下，竟然用她的舞姿把这个龙姐给打倒了，而且把她的龅牙给打断了。啊，牙
对，此时此刻正在散步的犀牛哥溜达溜达不小心踢到了龙姐。不要你，哎兄弟，你的衣裳啊？你的衣裳？是我的衣裳。好地方了。你干，哎，你有没有？这里是什么？哦，是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吗？最近 Prada 秀。你又干回老本行了吗？我刚要干，他就被人打死了。哎，什么时候给 Cross 等一下？哈，大家都是 Candy， 没什么问题。没问题。我还有一个品牌叫做 MVGE， 是兄弟品牌，可不可以也找一下？可以。OK 吗 ？OK。就这么定。好。不要赶他。此时此刻 ，hold 不住姐出现了。Oh my god！ Sorry， 电视来了。Oh my god！Sorry！此时此刻。犀牛哥和冠北哥都看上了 hold 不住姐，他们决定为这个女人决一死战。谁先当谁就归谁了，谁先 K 一下，好，谁拿走，好了。嘿，嘿，哎，你这女鬼 ！Oh my god！ 你是那位经常喜欢拍照的那个？呀，就是我。哦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想给你拍照。拍照？怎么拍？我觉得你应该看过我的相册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哪位女星跟我拍照，她都会火。你是想照片原线吗？对啊，我想直接现场就。原型出现、哦、你好顽皮，你好天真哦。哦，听这个歌曲的旋律怎么样？第一句就是记得两千年的夏天，记得两千年的夏天，一起在海边聊天发现。哎，要不要跟我走？此刻你答应我一个，犀牛哥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决定走上前去搭讪。请问 ，Excuse me， 有什么事情吗？请问你会开锁吗？开锁。对。What？ 我的钥匙丢了，我回不了家。Oh my god！ 你让 Fashion 界的一姐帮你开锁。会吗？会。那请你帮我开锁好吗 ？Oh sorry， 这个经常掉，好心没礼送给你，看你这么可怜。要开哪的锁？哎，开我们家的锁。我渴，可不可以给我？口水要不要？你走开。我是。你要开哪里的锁？开我们家的锁。你们家的锁？对。你是想要我跟你回家吗？是吗？是的。我们家锁也坏了。哦，好巧哦，都坏了。对啊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今天为什么在这儿，是因为我们家的锁坏了。啊？那我会开锁。你会吗？对啊，我也会。那我 OK，我有一个绝招，就是拿照相机开锁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我会用眼神开锁。此时此刻，龙姐惊醒，她正在寻找她那个心爱的冠北哥，但是一瞬间，她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既威猛又高大又英俊潇洒的男人，她决定终生相许。要拍照吗？哇！我要他。啊，就那个，就嗨，嗨，哇，啊 ，Oh my God， 你们好开放哦，啊，他眼神好有杀伤力哦，我很喜欢你以前的牙，我的牙，个死女人还我牙，啊，此时此刻，犀牛哥带着龙姐回家了。
但是陈冠美同学也被 hold 住姐拒绝了，最后她只能去求德福姐姐。哎呀，拒绝我？当然，因为你胖了之后，我就发现 okay. ，Oh no！ 嘿、hey. ，我还是自己回去。天哪，李飞大师来了，真的是演得让我觉得意犹未尽啊，我完全不想让本期结束。哎，难得各位这种沸点人物，网络爆红人物来了，那用你们各自的方式跟那个网络朋友们拜个年吧。给大家拜个年。哦，那么祝大家呢，在新的一年里跟我还是一样的 fashion。然后呢，想要钱很简单嘛，我们就拿起一笔，对不对？还是我的老方法，钱有没有？钱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再用家乡话祝一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犀牛哥。新的一年里，我还是我，你还是你，希望大家越来越犀利。冠北兄，我会在龙年2012年的时候给你们带来全新的更新的照片，谢谢。好期待呀！首先呢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我希望大家能祝我和犀利哥幸福美满。哇，下一位德福姐姐。其实我在想，这期给我们把字幕的那个哥们儿会死掉的，听懂了没有？哎，接下来我们这个德福姐姐。在这里我要祝我广大万千的粉丝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继续支持我，然后我也会越来越瘦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在新春佳节里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。